特殊学校毕业生的出路是否只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、庇护工场或者展能中心？等我来告诉你听啦。带你走进特殊社群不一样的面貌，全球使者部落 YouTube Channel 呈现特殊学校毕业生讲出路，全新第二季节目现已上架。